罗密施耐德珍贵老照片，永远的倩倩公主，高贵优雅气质与身具莱罗密施耐德，奥地利著名女演员，一生事业辉煌，从影29年拍摄电影近60部，1954年主演影片《倩倩公主》而一举成名。施耐德把纯真美丽、活泼开朗的倩倩公主演绎得栩栩如生，深受各国观众的喜爱。她是永远的倩倩公主，经典难以超越。一组老照片见证罗密施耐德因为《白丁香再度盛开》和《我的初恋》等影片引起了导演恩斯特·玛丽·施卡的注意，成为倩倩公主的女主角。她美丽的容颜和优雅的气质与奥地利历史上的倩倩公主十分相像，甚至很多人都说她其实就是倩倩公主，令人惊艳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